好无聊的问题啊，太傻了。你不要这么去骗人家好不好？哇 ，Kimura 是不会说谎的，这里这么大一个 Kimura 对着。我说的是 Love you， Love you， Yeah。刷嘴皮，天天跟我发他监视器，我拉黑他。睡觉，睡觉，你知道吗？睡觉。哦，睡觉我知道，是我知道。超美，超甜，超有感，超甜。啊，索卡，索尼卡，索尼卡。你看，然后在现场就直接对我大吼说：“来，我们走一次。”太像九七年了，不像九一年的。我也是。我在夸你啊。不用了，你不是这样。你真的太像九七年了，不像九一年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觉得没有人认为你是九一年的吧。真情实感，哇哇！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是在《天天向上》。小朋友，挺好的一个小朋友，就是为什么要加个小朋友呢？就九七年小朋友，那我也没觉得你好老。抖音。